央视交通讯息，上次呢，因为苏力台风带来了10级以上的平均风速，所以高工局对五羊高架进行了封闭管制。不过这次台美台风来袭呢，虽然北台湾是首当其冲，但是高工局就评估，认为台美台风带来的雨势呢会比较惊人，相对它强风的威胁呢会比较低，所以目前暂时还不打算封闭五羊高架路段，所以驾驶人呢还是可以使用的。